台湾观光局为宣扬台湾美食，去年在北美地区甄选出三位优秀的主厨到台湾参访八天，从南到北品尝各式的台湾美食，并将参访行程拍摄成纪录片，预计将于二月中旬于美国的 Discovery 频道播放，推广宣传台湾美食。三位由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甄选出的优秀主厨，分别来自洛杉矶、纽约以及加拿大温哥华。在八天的台湾美食参访行程中，三位主厨从南到北造访了台湾的顶级餐厅、夜市、鱼市场、客家美食、原住民美食以及有机村等等。行程中除了品尝台湾各式特色美食之外，也前往台湾东部著名景点如太鲁阁、罗山与池上等地，享受台湾在地食材与自然之美。其中来自南加巴扎迪纳市 Trattoria Nipolis 餐厅的主厨 Brent Wigger 在昨天于该餐厅举办的品尝台湾美食活动中，展示了他受到台湾之行启发而精心设计的台式五香烤五花肉，并大力推荐台湾的美食之旅。观光局洛杉矶办事处林信任主任表示，透过三位主厨台湾美食之旅行程纪录片，再结合后续的美国当地餐厅推广活动以及旅行业者推出的台湾美食之旅等多个管道，希望可以带动更多北美的观光客到台湾旅游。